个毛线了、啊、你看挖个树，把这个井，我靠，十几米深，一点不听话啊。啊，你看那个井盖旁边都被你挖烂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扫平，把这个面积搞大一点。好，这个往前推，啊，推掉，把这个那放井盖的位置全部挖出来，看到没？这个时候你看好，跟挖石头一样。好，收手。抬起来，这个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，放在下面，然后抬斗，一抬又一个抬大臂，又一个抬大臂。这个时候把它再推一下，哎。